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环境，尤其是在偏乡，还是有蛮多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哦。其实我们台湾很多公益团体都会帮助国外，那其实在台湾的部分，我们今天来公益，包含我带了两个新的伙伴，他们也感到非常的神奇，就是说哎，竟然刷油漆是这么特别哦，他们的人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一个活动，那我也感到说其实我们可应该多付出一点，为这个社会，为这个台湾的地方，台湾的偏乡多尽一点心哦。那也谢谢我们富邦带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。